猫になってしまえばきっとこの夏は充実するのもっと桃取れなくたって忘れないで。风水轮流转，今天来给他当拎包小妹了。一些人情世故了，昨天他帮我拍照，我今天也要帮他拍啊。大洋大学好多人呀。这里就出片了。那你就在这儿自拍，为什么把我叫来？昨天笑太久了，今天整个人都有一些疲惫的感觉，有点晕。应该哦，我忘了，他好像不是蛋扑，他在后脑勺上。耶耶，祝福你那个毕业快乐。走吧。一个谢谢都没有。啊，再来一次好了。谢谢，好，你好，毕业快乐！天哪，真的很像哎，这两个像吗？我觉得自称自己是什么朴宝剑是吧？这边是他那个招募公告，该不会是学广告的吧？你怎么打印这两张？我能充分的感觉到那个帅气的总学生会会长很努力在憋笑。真的吗？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吃的双喜。我点了牛肉炒面，加了一个大鸡腿，这是士林的猪肉盖饭，非常好吃，炒河粉有味道。吃完，好吃吗？我每次都是空盘行动。你不会选定吗？因为实在是太想吃他们家的点心，所以又来了。是新品吗？小品，上个月还是什么时候，还跟小吉刚来过吃过。这个是香蕉提拉米苏，老演员，还有我的热拉铁，尝一下这个提拉米苏，哇！妈呀！为什么？恰到是你的福气。哎呀、啊！谢谢平安。我推荐帅哥。然后你就偷偷把帅哥关注上了是吗？请发现你原来已经是老粉了。我们又来了这家咖啡，但是是圣水店，是士林的奶茶。这里还有很喜欢的小雏菊，好好看哦！蓝莓，你把帽子摘了。这可是我的好姐姐。哇，这光真的是，真的很好喝，可以喝一百杯这个。你最好喝一百杯、啊。你多买。你少喝一杯可以，你少喝一杯我就。我没有说一口气喝一百杯。我们要去第三家咖啡厅啦，一会儿见。心情演绎，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这个好好看呀。好可爱呀、啊，这个。猜我买了什么颜色？没错，黑色，黑色了。好，
走。有好多种。试了一个这个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黑色的，感觉黑色的更好看一些。非常显而易见，这杯冰拿铁是我的。这条芭蕾舞吗？OK， 它上面是冰淇淋。干杯！啊！干杯！变烫！我已经喝了一大口，发现还有。我真的好喜欢上次那个红色。哇，好软啊！他们家这个，他们家甜点应该做的蛮好的，就是要预约这件事情让人不开心。真的好气啊！本来我可以吃到的呢。那为什么不预约呢？是真的假的？要是真的卖完的话，我会哭哦。哇，还是家明星店铺。看 Big Bang， 他们不起心都不一起来。我们的牛肠，他们家的人气产品牛肠包葱，真的很香。我来吧。哇，好时髦的芭蕾鞋哦！哇，好时髦哟！最近这件真的看超多网红有穿 ，ins 上的博主。因为这件真的是有一些暗暗的一些低调的奢华在里头的，是这个牌子的。哇哦，又见面了，又见面了，还有多了发圈呢。天哪，好可爱呀！虽然他是卖内衣的。姐妹们点了三个蛋挞，太过分了。还是冰拿铁。